观众之前的小米演绎小米 Note 的设计，但是小米五 S 却没有完全沿用设计，让我们有些意外。比如了全金属机器的回归，或者表示陶瓷的厂实在跟不上。虽然雷总强调是民营，但我们还是觉得陶瓷的利润可能更高。好在呢，高光拉丝的工艺可以找出一些闪光亮的感觉啊，比如不对称的天线条和 iPhone 七相比呢，美丑因人而异。副形态啊，转而向国内智能手机厂偏爱的黑白。索尼的双1300万像素的配置，两个镜头是可以单独使用，也可以同时工作。样张部分呢，我们找来前几期视频当中拍照表现和优秀的1+3来对比。首先来看远景样张，乍一看观感都还不错，只是白平衡的景象有差异，而小米5S Plus 的江湖稍微表现更加明显。小米5S其次，1+3黄的有点过。小米5S 的细节更丰富，砖石的细缝可以清晰地表现出。5S Plus 和1+3表现的差不多，不过呢，比起小米5S来说，细节都要少一些。来看近景两张，1+3的无论是机理还是色彩，都要更加明显。主要是说的话，从5S Plus 的1+3的花草的样张呢，除了小米5S。花瓣纹路